那天一觉醒来，我的世界突然崩塌了。伴随着 LINE 的通知声响起， Nick 已经不在的讯息突然映入眼帘。还以为只是在做梦的我，很快的就被随之而来的电话给惊醒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用讲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借住在妹妹那里的 Nick 突然生了一场病。在医生什么也检查不出来的情况下，突然的休克，急救无效而走了。今天晚上要吃三杯还是红烧？这么黑，还是吃？我一趟妈妈不娘。2021年1月12号，是他来到我的身边。在相处了2年又3个月后，我决定再一次的赴日，把2020年因为疫情而没有念完的书给读完，却没想到才短短的半年，他就这么永远的离开了。放松。好笨哦，那么笨，你怎么那么笨？Nick 真的是一只很像狗的猫咪，他会跟你玩，你丢我捡。然后有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，他也会自己丢球来找你玩。有他陪在身边，即使遇到再低潮的状况，也会因为看着他而被治愈起来。我常常觉得养猫这个决定真的太好了，但那天真的太突然了。根据渣妹的说法，3天前他突然上吐下泻，一开始以为只是吃坏肚子，带去给兽医检查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什么，只说再带回去观察一下。但是第二天情况依然没有好转，这次做了超音波的检查，然后发现肺部有一点不透明，然后第二天也没有好转，医生也很奇怪的说他也许只是忧郁症，或是只是一样就是吃坏肚子，反正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就这么放回家，然后继续观察这样。第三天，妹妹还是觉得 Nick 的状态不太好，一早再带去给兽医看，结果突然。就在医生的面前休克，因为肺积水而急救无效走了。具体的死亡原因好像也不清楚，一下说是吸入性肺炎，一下说是忧郁症什么的。为什么会突然走掉，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，总之就是突然的生病吧。爸爸要暂时离开你哦，你可肯定要想我，尼克。我想这次真的要说一个教训的话，如果你的宠物有比较急性严重问题，但医生检查不出原因的话，最好还是多找一个兽医比较好，至少2个兽医以上比较不容易出现误诊情况。答应爸爸想我，快点，尼克，尼克，答应爸爸想我，说好。家人为了让在日本的我不要担心，一直到走了的最后一刻才告诉我。其实当下还蛮生气的，就是没有办法赶上在最后一刻帮他打气、加油、急救什么的。但我想，其实这种最坏的状况是谁都不愿意希望发生的，所以很快的这种情绪就压了下来。但有时候还是难以放下那个难过的情绪。甚至是放不下跑去日本念书而把他留在台湾的自己。那个，我要突然要出国了，我要去东京了，我被赋予了重要的任务。那你就在这边等等妹妹来接你哦。喵，好不好？好乖，好乖，怎么那么乖？怎么那么乖？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才决定了录这支影片。可能一直都没有准备好要再一次面对失去他的这个事实，有时候生命就是这么无常，
上一秒可能还在想他，下一秒他就突然离开了。哦，你吃得好开心哦，太棒了，很棒吧？有没有很喜欢？嗯，我本身是无神无鬼论的科学教，我认为生物一旦死亡，就是从根本上的意义消失。但有那么一刻，我真希望宗教信仰是真的，他一定是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，去了一个不会再感到痛苦的地方，开心的活着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要再好好的抱着他，再跟他多玩一点你丢我捡，再多拿一点罐罐开给他吃，再次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然后摸摸他的头，我不会再哭了，因为已经没有眼泪了。希望在天上可以幸福，可以开心，我们还会再相遇。不想睡觉，回来陪你大概两个礼拜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来世的话，你还愿意当我的猫吗？爸爸照约定把你带来日本喽。